哇，这要是儿童节哪个小朋友能收到这个礼物，估计都得抱着睡觉了。这是属于小女孩的专属百宝箱哈，一打开呢就是满满的1000多个配件，可以 DIY 自己喜欢的项链和手链，能锻炼孩子的动手能力，还特别有成就感。第二层呢就是很可爱的这个橡皮筋和发夹，然后第三层的话是可以满足孩子自己在家做美甲的，尤其是这个甲油呢，有60%的高水性配方，沉默之后是可以自己撕掉的，就能减少误食的风险，孩子可以放心涂。主要是有了这一套，够他能玩好久了，再也不会追着你要手机玩了。活了30年，这是我第一次花小钱送大礼。这个比比赞的粽子礼盒不仅便宜，实物还特别好看，而且它这一盒里面是有10个的，一共4荤6素，甜的咸的都有，就不用挑着吃了。这粽子的香味好浓啊，糯叽叽的，里面的馅儿也特别足。关键这可是比比赞大品牌呀，要不是为了在端午前冲波销量哈，这一盒至少70-80了。我打算呢再趁便宜多买几盒，给家里的亲戚一人送一盒。这个端午呢，我们就吃比比赞了。张琳，赶紧把你家去年的内裤都丢了吧。为什么呀？女生的内裤要是3个月不换，就等于在穿臭抹布，更何况夏天来了，就要选这种轻薄又透气的哈，穿上比裸着还舒服，因为它是桑蚕丝和聚乳酸纤维的面料，底裆这一块呢，还是5A级的抑菌除螨的底裆。对女生就特别友好，她的腰头和大腿根这一块做的都是特别细腻的软蕾丝，穿着是又好看又不会扎皮肤。然后后面呢是一个全包臀的设计啊，是不卡裆也不夹臀的，看着是还挺不错的啊。对呀，这可是香港硬可可大品牌的呢，这8条到手才39.9块啊，比一次性内裤都合适了。你这么早就把端午节的五彩绳买回来了？不提前买，到时候能抢到这么好看又便宜的吗？你看上面这个字体啊，还有小人呢，全部都是金属的，质感可好了。包括这个绳子呢，也是手工编织的，长短这一块还能自己调节呢。这回无论手腕粗细，大人孩子都能戴了。但你可别看它这么便宜啊，它还是礼袋包装的，自己用或者送人都行。五彩绳的寓意嘛，本来就是幸福安康，趁便宜可以给家里一人买一个呢，不仅祝福好，拍照也好看。张琳，我花19.9块买的这个粽子礼盒到了哟。现在买也太早了吧？过两天肯定就不是这个价了呀。它是为了赶在端午前冲波销量才这么便宜的。而且这一盒里面有10个哟，一共4荤6素，每一个都是真材实料的。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人哈，都挺合适的。我挑了一个肉馅的，你看它这种看上去的感觉都是糯叽叽的哈，里面馅儿也挺足的。哇，挺香的呀。对呀，它甜的咸的都有哈，全家人都能吃得上了。关键呢，这可是比比赞大品牌呀。你看，再配上这种精美的礼盒包装，趁便宜哈，我打算多买几箱，给我的闺蜜一人送一箱，老合适了。你说内裤要是总能这样的价格，我1个月换8条都不带心疼的。而且人家这个还是香港硬可可大品牌的哈，这八条到手才39.9块呢，比一次性的都合适了。它的面料是桑蚕丝和聚乳酸纤维的，带检测报告的就能放心穿。然后底裆这一块还是一个5A 抑菌的除螨底裆哈，对女生就特别友好。包括你再看它的这个腰头啊，还有大腿根的位置呢，全部都是很细腻的软蕾丝，所以穿的真的是又好看又不会扎皮肤。后面呢还是一个全包臀的设计，包括底部也是加宽的，穿起来不卡裆也不夹臀啊。主要是这个架势真的很合适，趁便宜可以多囤几条啊，一个夏天都够了。张琳，马上6月儿童节了，孩子的礼物可千万别忘了哟。对呀，送什么好呢？仪式感肯定是不能少的，你就送这个呢，迪士尼正版的米奇零食礼盒吧。这也太可爱了吧。对呀，它不仅好看，是个摆件，还是一个存钱罐呢。包括它里面还有满满的一罐果汁软糖和这个曲奇饼干，都是小朋友爱吃的，吃完了还能当孩子的小金库，多好呀。你看这水果味的软糖呢，都是 QQ 弹弹的，特别好吃。毕竟一年就只有一次儿童节，别人家小朋友有的哈，我们家的小宝贝也一定要有。买这么多内衣又准备离家出走吗？我这是一次性内衣，上次五一出去玩嘛，住酒店内衣就特别不好清洗，但是有了它之后呢，这个问题就解决了。你看虽然说这一件才几块钱哈，但是它这个面料还挺好的，都是小棉质的呢，穿起来就很舒服很亲肤的感觉。胸垫呢它也是连着一体的，所以就不用担心会跑杯的问题。主要是哈，它也是带按摩颗粒的呢，能看到吗？就跟我们自己的内衣一样，穿上特别的透气，而且它整体啊弹力是很大的。你看，就是穿上没有任何的束缚感，主要是它每一个全部都是这种独立包装的，在出厂之前还是做了灭菌处理的，所以打开之后呢，不用洗就能直接穿。关键是价格不贵哈，近期打算出去玩的可以多备几个。